哇哦，耶，开心。Hello，企鹅。有啊，有猫咪。Hello， E。Hello， 瘦瘦。对呀、啊。有猫咪，他新养了猫咪，哪里有小丑？万圣节怎么会有小丑？不干他的事 ，OK？ 啊，万圣节，圣诞节了，搞笑，自己还讲错。圣诞节怎么可以有小丑？绑架了圣诞老人，哪有啊？哪有啊？哦，没事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万圣节本来就有小丑，万圣节有小丑是应该是正常的，但是圣诞节不可以有小丑，知道吗？不一样。Hello 天佑 ，Hello 赖赖 ，Hello Kevin，Hello Tomo。顺便找 Bruno， 对啊 ，Bruno 好可怜哦。洞洞装什么东西？Hello， 右星，你好啊。Hello， 浩浩，嘿嘿嘿。Hello， 草莓酱，草莓酱，这哪是洞洞衣啦？哦，耶、yeah ，还有，你海绵宝宝，你才海绵宝宝，你就是海绵宝宝。Hello， 富伟哥 ，Hello， 十姐，左手好痛，为什么？怎么了 ？Hello， 李千，谢谢大家的票票，恭喜 Sparky 中奖。啊，以后阿华就是海绵宝宝了。我发现我的粉丝会有很多个绰号，各式各样。今天学校抽血，天哪！好可怕，听起来就很可怕。Hello 迷酷，Hello 柠檬 ，Hello 阿奇拉 ，Hi 孙雷，好可怜衣服，好哦，那你要买衣服给我吗？右星是国一哦，谢谢柠檬的票票 ，Hello 卡丘。Hello， 含笑百步全，谢谢天佑哥哥的真情告白。Hello Scott，Hello 孙雷，你奇奇怪怪什么东西？怎么奇奇怪怪也要变成你的口头禅了？是不是？谢谢阿奇拉的人气泡泡。Hello 卡丘。已经是了，真的假的？以后孙磊就跟林姐讲说，你奇奇怪怪，是谁的大头贴用熊猫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笑。刚放学，哇，太开心了，放学太开心了，无聊。没事没事 ，Hello 家豪，Hello， 谢谢 Akira 的人气卡，卡丘也要填雨林哦，孙雷要填雨林哦。Hello， 新一 ，Hi， 增加没有啊？那其实是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增加，没有啊。但你这次也要来找我，开心耶、yeah ！谢谢孝贤的奖杯送给你，为什么我没有特效？还是其实他要跑出来？大到胖的，喂，你真的很无聊。谢谢思源的 love，Hello 小叶，对啊，没特效哦哦，他本来就没特效是吗？还是大家都没看到？Hello 米酒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很酷哎。Hello 樱桃猫，
稻田雨林呢？就得小心一点哦。嘿嘿，所以来这次不会再隔空握手。好的好的，期待你来哦。镜像了吗？什么东西镜像？你说我现在镜像了？这样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可是，不是吧？这样子吧？是吗？这样子是对的吗？啊，反了，哪一个啊？现在是不对的，是吗？现在是对的。下面，现在是正的，我本来就是正的，谢谢。啊、哦，好，现在是对的 ，OK。现在正方形，哈，你好吧，你没有，我是正的。谢谢樱桃猫的人气泡泡，哪来的自信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好好说话。谢谢樱桃猫的玫瑰，现在是圆的，好呀。但如果是正的，也是奇奇怪怪的。什么啦？草莓酱，草莓酱也要来找我，大家都要来找我，知道吗 ？Hello 逍遥 ，Hello 黑流星。嗨春雷 ，Hello， 第一个字怎么念？岐吗？岐山猪上山野餐。阿华要来找我、哦。阿华当时说他不，喂，不可以这样。Hello， 黑流星。后退才发现今天衣服好特别，好特别，有很特别吗？特别吗？就是有一个洞，他们说这是洞洞衣，知道吗 ？Hello， Hello 夜风，不冷吗？那个手背不会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家很热，超热，就是那种晚上睡觉啊，不需要盖被子，然后还会流汗的那种。来不了，为什么？六个钟，还要，烦呢、欸。没有开暖气啊，不需要开暖气，我们现在有一点在开冷气呢。不是没开窗，你才住非洲，你全家都住非洲。哎、欸，草莓酱，草莓酱，嘘，安静。这天气为什么要盖被子？我不知道了，反正就是我们家很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北极熊困没有啦，而且我们家的冷气也很废，所以幸好现在是冬天，就算是试试，当然要啊，超冷。什么？哈哈哈哈，好好笑。Hello EP，Hello 社长，社长下午安。妈妈抱着雨林睡太晚了。果果有个称号是八嘎果，我有个称号是娃娃果啊，这样不好吗？Hello， 正方形，正方形，正方形，你是谁啊？等一下 ，Let me look， 你是谁？这个是什么名字？为什么是黄色勾勾？还没有头贴？咦，是谁啊？谁可以告诉我 ？Hello KY， 对啊，他有黄勾哎，那圆圆过来，走开啦。Hello 祥太。祥太下午安，
啊，他是谁啊？八嘎水虾米，你怎么勾勾断了？你上次有来看我直播吗？一定是很正的人，好好笑。没有，所以就断了啊，搞笑哦。不是这样子的吗？太忙哦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来握我的手补偿。哈哈哈，我还在心想，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补签卡是什么 ？Hello 阿猪猪，嘿嘿 ，Hello 四叶草与音乐江老师捧场，嗨。谢谢小叶分享我的直播间，现在是坐车才能看。哇，谢谢卡丘，辛苦了。你确定你只是路人？我猜一下，你是 Jack 吗？是吗？我这是在乱猜哦。他是谁啦？告诉我。谢谢，谢谢正正正的 Love you。得进前十就要补钱了，阿华加油！阿华前十，阿华前十，正正正，对啊，怎么能不分享的 ？OK， 谢谢阿华的眼睛也长肿，谢谢黑流星分享我的直播间，会不会变坏？什么意思？做路人的名牌，他是谁啦？你是谁啦？告诉我啦！你是 Jack 吗？还是谁？小兰？不是吧？哎，秀贤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可以这样子的吗？什么叫雨林何时成长过 ？Hello， 卡丘。你什么意思？Hello， 南斗天云。啊，火箭，火箭！谢谢黑流星的圣诞袜。有什么东西？旁边有可爱女生就会想亲亲她，哎，好呀。Hello， 鱼中勋是吗？飞人鱼中勋 ，Hello。什么啦？哎呦，等一下。哦。好哦，打错字，哎，嘿嘿，Hello 冰龙，嘎嘎，Hello 傻皮，Hello 蛋剑客，今天吃了吗？还没啊，现在才5点多哎。那么花心是因为手饭啊？虾米啦，昨天云都没亲果果跟林杰，所以他们都不开。因为林杰昨天没生气啊。虾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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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桂冠一单元没有好不好？礼物有小偷也是。哈？什么东西？可以吃晚餐了，等等下播就去吃。Hello 坤坤 ，Hello 季风亮，你刚吃完章鱼烧，谢谢黑流星的心心相印。你不要偷看什么东西。Hello 头毛 ，Hello 小胖。干啥？什么？什么？没花心？哎，我哪有花心呢？我很专情呢。抽血要那么多？哇！谢谢笑贤的火箭迷航，为什么抽血要弄3针？
那个人技术不好，烤章鱼烧啊，真是好吃。Hello 黄鱼，真的很好笑，哈哈哈。太早关什么意思？太早关，你们也很专情，只是 OK， 你们很专情的对每个人。看看至今多少东西，不是对人来说我很专情的好吗？可是我很专情啊，我现在喜欢这个东西就是喜欢这个东西，我不会一次喜欢很多个东西。哦，天哪，听起来很可怕。Hello 逍遥，如果你不配。Hello 夜雨苍神，专情的例子，我很专情。染红容易被染红是什么东西？你爱神推雨林，好的，好的。对林杰专情，对我很专情。你也很专情，只是你看到谁只会干哈？我不想理你，米酒叔叔，我不想理你。很专情，喜欢可爱的孩子。嗯，啊，很容易被骗，很容易被骗。谁让米酒在那边乱讲，在别人的脸里，哎，不是这样子好不好？换学校打疫苗，一下打疫苗，一下要抽血，天哪！又正又圆，一个是又正，一个是又圆，烦嘞！什么时候要来个三角形的哈？好好笑。刚刚的重点不就是草莓酱弟弟什么东西？好好笑。林姐不是这路线。Hello 东影哟 ，Hello 赖赖 ，Hello 小琪，你们好哇、啊！现在是个，你们的男士 ，Hello 午安，下午安，人家好心意，你完蛋喽！林姐会变太可爱哦，她生气气就变太可爱了哦。Hello 大姐，最近雨林的 IG 都很漂亮，什么意思？以前不漂亮是不是？其实我之前有几篇文呢、啊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怎么说，那时候技术还没有很好。谢谢柠檬的圣诞袜，一定要跟他讲就没事哦。你知道他消息很灵通吗？哪里远了？眼睛得帮我，什么东西？好 ，BB， 西兰 BB。Hello， 干嘛叫我保密啊？你奇奇怪怪。会。变成愤怒鸟，没有，他上次说我生气起来很可爱。然后他说他一直说哎呀就口误没，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这样讲蛮好笑的。谢谢路飞的掌声鼓励还有人气卡。 Hello 特鲁奖，虽然没有这个东西，嘿嘿嘿。什么技术？哎呀都没有很好。我也很爱学什么都什么都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 PO 的那个蟹肉，蟹脚蟹肉棒，它叫什么？它叫什么蟹？
反正就是蟹肉，那个超好吃的啦，我的天哪！你们下次去吃库拉寿司可以去吃那个。我跟你们看一个东西，谢谢点点的人气彩虹桥。早上 po 真的超好，我故意的，感觉你们就会看到那个图就会 ，Oh my god 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故意在那个时间 po， 等我一下哦，只看到耳背上面 ，OK， 他旁边的也不错啊，他旁边有一个妹妹，你有看到吗？那个妹妹也不错啊。对吧？等一下，旁边是蟹肉，那个妹妹，哎，搞什么东西？嗨嗨，啊？为什么要打码？你很烦。什么叫阿布旁边有人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搞什么东西？谢谢点点的热气球。还有什么好吃？还有，我很喜欢吃那个，它叫什么？什么炙烧鲑鱼之类的吧，应该是吧。怎么了，路飞？笑这么开心？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抢你吗？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喂！你们很烦哎、欸，好，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这是我们转扭蛋转到的，超开心的，而且我刚好转到寿司胖达，是熊猫的，超可爱的，但它真的是寿司猫，大件怪怪的，哎、欸，烦哎、欸。哎呦，超开心！特选尾鱼黑尾鱼大腹吗？那个阿伯桑也很喜欢吃，但其实说实在的，我没有说到很喜欢吃那个、欸，哎，很喜欢吃生鱼片。好哟 ，Jack， 哎，刚刚那个是不是你呢？是吗？刚刚那个是你吗？不是你吧？怎么可能不是你？应该是你吧？就是你的吧？等级不一样吗？哎、欸，那刚刚到底是谁？谢谢套路奖的票票 ，Hello， 阿贝桑吃几盘才不告诉你们？阿贝桑说不要担心，就是他加入木曜之后，很多人因为他一直在吃嘛，然后就很多人一直担心他会不会变胖。他说大家不要担心，他都有在认真的运动。为了吃更多的美食，还是要有付出的，对吧 ？Hello， 小邓，别担心我，啊、不用担心，没关系的，不是啦，喂，烦呢、欸，真的很会吃，对啊，他看起来不像那么会吃的，每周麦当当，我吃几盘，我才不要告诉你们。我根本就不记得，好不好？哼，还有什么很好吃？我想想，它的蟹肉棒寿司跟就是会跟一般的吃起来不一样。我们抽几次？第二次抽到，我们第二次抽到这个啊。你问我们抽几次，这样就掉出来我们吃了几盘啦。但是我们是在第二次抽到这个的。什么东东？八盘？没有。啊？为什么是八盘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是八盘？不是五盘吗？是五盘吗？
是五盘抽一次不是吗？结账结了多少？我怎么知道啦？我不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别想要掉，别想要掉出来。而且结账金额其实也不一定，因为有些是80，有些是60吧，然后有些可能是就是40。我不要告诉你们，拜拜拜拜拜，我不要告诉你们拜。嘿嘿，什么？哎，啊，茶碗蒸一定要吃。不是，哎呦，雨林的实力，什么意思？快吃寿司啊！待会就去吃寿司好了，怎么样？哪有那么多啦？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没有那么多，真的。去年就吃10盘，十位数起跳是吗？哪有那么多啊？我看起来很会吃，谢谢谢谢，这是好的吗？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吃了几盘。哦，林姐很厉害呢，尤其是去吃那种火锅啊、烧烤，她很厉害。太多了。哦。天佑哥哥觉得好吃吗？这是看变态是不是？不用猜了，看成雨林看起来好好吃，什么东西？不是这样子的，原因是什么味道？甜甜的，应该是这。Hello， 小舅。不，喂。这周的影片都是圣诞。对呀。你走开，孙磊！你以为我吃的比林杰多吗？不一定哦。不一定哦。Hello， 战士，单曲可以预购了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公布的？是刚刚吗？大家赶快预购起来，然后每张都要填雨林，太棒。对，又绕回来是怎样？嗨，柠檬，没钱，哎，一张买一张，至少一张好不好？来嘛，就带。下午，悠悠，哦，孙雷要第一次来握我的手手了。开始喂，买一张，然后只能握雨林。你不可以买一张，然后结果去握别人了，不行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嗨，天佑哥哥。Hello Q。Hello 可可，是我是为什么呢？好了，你 C 位，你最棒，帮你拍拍手吧。林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大剑为什么不来？大剑又要忙了是不是？大剑，你还没有握过我的手手。至少会去找雨林。好的，认真的呀。哎妈！不是雨林章 ，no。这个一些这每张绝对不会填雨林的相反，你真的很无聊。你有去见面会了，还是要来握我的手手啊？哈喽健健，大家很想吃啥 ？OK， 哈喽 QQ， 握过的可以不去，不行。大家还没握过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啊。哈喽金吾，
型病毒为什么会被骂？你打了什么？你的听孙雷对我说口白，好棒！真的假的 ？Cookie Ann， 很棒呢。他刚刚就是 ，Hello 蚊子，谢谢小蓝的麦克风。Hello 小蓝，小蓝 ，Hello 小孩，绝对不可能的啦，好好笑，你要来对我说，绝对不可能的啦，绝对不可能的，还消音的嘞，喊口白的口吻嘞。就是一个小屁孩，期待哪一天我来跳新型病毒，好不好？也跟着当一个当狼啊！Hello， 小跟班，今天一样6:30准时关播哦。没有，孙雷，我没有要说给你听。是你要说给我听啊，什么新型病毒？九代，你什么东西？没看到，没看到什么？我明明就一直盯着，为什么没看到？在哪里？哦，等等，看直播，哎，傻眼，好呀，没看到算了的意思就是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要来问我。要求林杰说口白，感觉被白眼睛啦，他会不理你，我就不要你，他会这样子吗？哦，草莓酱哦，还要很难呢，我不管，你就是要来问我，母鸡多诶。喜欢什么什么？啊、哦、啊！哎、哦、呀，真是好无聊！你真的是，你要念你念口白给我听啊！照片剪影跟上次，我就跟你们讲说那个不是我们的剪影呢，这是不是把你绑架？不要，你就是要来。你奇奇怪怪，对你奇奇怪怪。Hello 愚者，哼 ，Hello Nick， 嗨 Nick， 那姐你看起来，你真的是。就是，哎、欸，阿嘞，米酒叔叔，米酒现在讲奇奇怪怪的话，我就要叫他米酒叔叔。哼，你不是这样子说的好不好，九蛋？不是，这跟你们讲那个不是我们的剪影，上次那个也不是我们的剪影 ，OK？ 哼，啊你嘞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叫大剑叔叔、啊？还是我讲错话题了。剪影奇怪怪，哪有？大剑爷爷，我们就跟你们讲，那个不是我们。有个剪影是吗？是吗？哪里来的？哪是这样子？我看一下。你算哥哥还是叔叔？你讲错话，你就是
你就是爷爷，没有啦，你讲错话，你就是叔叔。在哪里 ？Hello， Hello， 魔二的乱乱星 ，Hello 伦 ，Hello Jeff，Hello 伦，晚上好 ，Hello 红儿，好，等一下。这不是，我看一下哈。Let me look. 你讲话真正确确实，有一个剪影真的是秘密。可是我不可能摆那个动作啊，也没有果果啊，也没有果果的那个动作啊。好了，结束这个话题。超没体体啊，要跳泥泥巴泥泥巴泥泥泥泥泥泥巴。莫名喂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看你们讲话都觉得你们大概几岁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看你们讲话大概就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都是哥哥啊，跟他就打工，无聊哎、欸，观众普遍只有14岁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讲话？的感觉起来吗？都是哥哥。日历在找韩国，什么组合啦 ？Hello，Hello 王子。对，都是哥哥。对呀、啊，都是哥哥。对啊，他去哪里了？奇奇怪怪。8岁的哥哥也好。对，没错，你们都是哥哥。你要来问我，就跟你撒娇。我就是任性。你5岁，嗯，啊，小米，嗯。大家讲，你真的是我的二姐在这里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2月14日出生的林姐，我是你们的新大姐啊。那就为什么哎干嘛这样？喂，臭西兰，西兰叔叔，撒娇，你要 cue 我，你来握手会找我的时候，你要 cue 我，撒娇，这样不是啦。还有小兰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杰，哦，来把我当自己的姐姐，你才奇奇怪怪，叫我没事叫我 cue 我大姐二姐出来干嘛？好好笑，我的口头禅很难得感染到别人，通常都是别人的口头禅感染到我。Hello 阿哲，撒娇，哎，不是这样子的吧 ？Hello，Hello Nico，Hello 九丹。什么东西的 ？Hello， 于志伟。Hello， 阿哲晚上好。成为第一位奇迹哥。好，你最近很多第一位哈，加油。没有，他们走过去直接变叔叔。嗨，王子。
谢谢西兰的玫瑰。哦，谢谢天佑哥哥。我也觉得这次的制服很好看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Hello Melon， Melon 空邦哇，不是第一位是 C 位，我不管。好啦好啦好啦好哦。空邦哇，哇哇哇，搭配想对呀、啊，很美。你们期待看到 MV 吗？哎呦，期待！哎呦，为什么会有不同？我们每一次的款式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。还以为不是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站在那里，对面就真的很漂亮的夕阳，这样子。四号，我也觉得，期待吗？大家都很期待吗？大侠，谢谢王子。你还很啊？不是不喜欢夕阳吗？啊？不喜欢夕阳？什么不喜欢夕阳？看到什么煞什么奇奇怪怪？你在做什么？那个是什么字？臭孙雷，你真的很无聊哎、欸！臭孙雷，四号我也很期待，我们一起期待。啊，西兰叔叔，你好好说话哦。干嘛 ？www 我们二十分来念榜吧。倒数八天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倒数八天，对。我好期待！谢谢米酒的 love， 喽，谢谢路飞的枫叶。那个是你们这年代会，真的假的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东西，一个这样子的标志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你最大的欢乐成员，你无聊。Hello， 萌呆阿如。要是有吃二六活动的。握手会，当然是握手会啊！耶、yeah! ，谢谢西兰的韩式花束，那是框哦，那是框框，啊，是爱心，虾米？是 ，Hello 风 ，Hello 人墙。Hello， 你不重要吗，雨林？超重要的啊！谢谢 Sparky 的打 call。有人可以告诉我孝贤去了哪里吗？他去哪里了 ？Hello， 现在还有谁在播吗？来看一下。嗯哼，不不不不不，哎，孝贤在哦。嗨，孝贤，谢谢你的真情告白。Hello， 夏夏刚刚在做什么呢？你没乱浪，好，太棒了！
他就Hello， 路人你好。笑现在可是乱配一通。谢谢九蛋的圣诞袜，谢谢 Nick 的我来签到。Hello， 等我一下。谁在播呢？没有哦，我以为有。有啊，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。好了，我不要在这里讲了。啊，你们好奇怪哦，你们怪怪的。你们怪怪的。Hello， 国义哥。你们好奇怪哦，鬼圈真乱。对对对，好好笑，在干嘛？在变小，怎么东东啊？草莓酱，路飞一直笑。Hello you， 你们好奇怪哦。可以聊了。嗨柠檬 ，Hello 金帅，你好。坐下来吃水饺了，哇，你吃水饺，骗到飞吻。嗨，西兰，没有，没有人自己打的，没有二姐，不好意思。嗨尼克 ，Hello 狼总，没有宝妹，肚子抽筋，你肚子抽筋，你笑太开心了是不是？为什么肚子抽筋？嗨黑流星，你们很无聊哎。没有，没有其他的。大宝面是怎样？嗨，樱桃猫，哼，明明是打喷嚏超痛，你打喷嚏打到肚子抽筋，我的天哪，还好吗？你要去伸展一下。哎呦，哎，你们有看到我的新版本吗？他是不是有点单调啊？等一下，我下一次的很累，还要分是不是？对啊，吼！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P 的张雨林，今年16岁，最喜欢唱歌还有跳舞，是 Team TP 的稳模担当。然后我们12月21号在三创。也有三单的粉丝见面会，大家可以来找我们。可是是不是已经没有卖票了？是吗？Hello 飞鸿，16对啊，怎么了吗？好，我们要开始念榜了。怎么了？我看起来不像16吗？哎，孙雷阿公，售票截止了。哦哦。没关系，下次还有机会啊。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不是，等一下等一下。我们等一下。Hello， 大家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哦、oh, ，好，帮你祈祷，祝草莓酱抽到好位置，哈哈哈哈。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。好，等一下，没事。都二
十以上？没有啊，我看起来像二十以上吗？天哪，我看起来像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好像要移一个位置。嘿，七点抽签。等一下，林国斌在这，哈哈，好好笑。哦，我打到我自己是谁？跟零点三十一谁呀？好好笑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今天放不下我跟我宝宝呢？我跟我宝宝，小咪。Hello。我今天盯好在我没有像你同学，谁像你同学？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要，你这也太大只，走开啦！不要，不是这样子 ，no。等一下哦。一句话噻，没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哼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龄儿童。哦，加油！哈哈，来，好。波浪波浪波浪，嗨！来，我们来念榜榜。第一名是秀贤，谢谢秀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新的，我也有一个新的马卡龙色的图钉，超可爱的。在哪里开呀、啊？怎么开、啊？怎么开呀、啊？妈咪救命！蛋几嘞？Hello。等我一下哦，哎，今天有新的人呢，陶鲁奖，今天有新的，等一下，好，第一名是秀贤，谢谢秀贤，噔噔噔噔，嘿，第二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天哪，马卡龙色的好可爱，等等给你们看。第三名是西兰，谢谢西兰。第四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没有好吗？第五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今天好蓝哦，我看一下，我写写托鲁奖。来，找个这个颜色好了，托鲁奖。耶、yeah, ！什么你居获胜？是这样子的吗？
奖。好，抽的奖是第六名。继续，第七名是天佑哥哥，谢谢天佑哥哥，你也买丢，你也知道。等一下，在哪里？在哪儿？在这儿。第八名是 Nico， 谢谢 Nico，Nico 也没有。妮卡要做新的，妮卡，什么？你的章鱼脚在哪个？Hello， 小雨，你好。第九名是路飞，谢谢路飞，路飞也没有，路飞要做一个新的，路飞也来用，爱的，谢谢。谢谢路飞。红衣小雨林，你好。等一下，这样讲好像在跟红衣小雨讲你好，不是，是 Hello 小迪的老公。第十名是正正正，等一下，正正正 ，Hello， 等一下哦。这个名字很奇特。谢谢正正正。好，第十一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啊？去找你？不是你要来找我吗？还是我解读错了呢？咦？柠檬。好像贴它开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可以跟你讲一下。怎么了？那个你讲路飞那个，路飞是个主播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不是，可是他是路飞的，他是路飞的粉丝，所以他只是挂路飞的马甲，他叫。哦，所以是水沙连风味吗？那我改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很长呢。谢谢水沙连风味的枫叶，哇！恭喜你中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重写一下你的。我误会了 ，sorry， 大吉的哟。谢谢你的枫叶，好多、哦。谢谢水沙莲风味的枫叶，来再一次。
好了，嘿，好，我们继续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贴太开了。Hello， 等我一下。好，第十一名是柠檬讲过了，第十二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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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？好吗？第十三名是阿华，谢谢阿华，阿华耶。阿华在这儿。十四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九蛋。第十五名是点点，谢谢点点，反而更热闹，你们聊，这样是对的吗？点点。哇，第十，哎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第十六名是。我要这样子讲吗？谢谢谢谢 ，Don't kill me。那我要画一个。啊，我喜欢粉红色，那我要用粉红色。Don't kill me。Hello。好几个粉红色，太棒了，粉粉的漂亮。好了，可以来给你们看了。路飞小妹妹，叫你路飞小妹妹吗？你的名字是水沙莲风味吗？哎呦，我要怎么叫你呢？哈喽孙雷，嗨尼克，什么茄子啦？为什么是小妹妹？我看错吗？没有看错啊，不是路飞小妹妹吗？什么东西啦？我要怎么？水沙莲风味是你的名字吗？对呀，不然是什么？嗨，小明，小明你来啦！嗨，柠檬，所以你要叫路飞小妹妹呀，是吗？是吗？宣传期还没过，什么鬼？嗨，Sparky， 哦，聊天室整个坏掉，没关系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
那等一下，我再写一个。等我一下下。啊，西兰要当美眉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 ？Hello, young girl。等我。这样子吗？我应该要这样子才对，对吗？你要去健身了，酷哦！好哟，拜拜。很热，歪掉。先拍棒棒，给你们拍棒棒。啊，看到腿腿了，真是害羞。哎。对呀。等一下哦，哎呦，小草剑雄是说啊，叽叽叽，哇哦，可以吗？拍了吗？拍棒棒，子焕来，你看看你上次没来，可是我拍不到我，怎么办？嗯。对呀，刚刚有一个真的是这样子的，我进不去啦。这哪是妈妈的字？你们哪是啊？这是妈妈的字吗？啊？喂，还不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太不是这样子。我还是进不去，烦嘞。不行嘞，这样子。对呀，这样有看到我吗？他们吹吹了。啊，这样子啦，怎么样？然后这个也要进来，点点，这个都要进，耶！我的画面也太满了吧！耶！谁第几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。15、16，这样子。耶，你看娃娃兵回来了，娃娃兵出现了。前面那冰头猫的那个冰。怎么了？我写错了吗？我写错吗？什么雨林兔兔吧？哎，天线宝宝啊！好了，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喽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拉拉腿，那个很烦嘞，拜拜，おやすみなさい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直播是，礼拜五的。下午5:30，加油！祝你们被抽到好位置。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西西耶，西西，我要关播了，你才来。
等到我们再过三分钟关播。嘻嘻，好久不见。你刚去剪头发哦，你剪什么样子的？剪什么样子？就是，对，没有这回事。昨天才看到我，不一样，这个是我的台呀。哦哦哦哦，有变可爱吗？一定很可爱。西西本来就很可爱，今天可以看林杰的。对耶，待会晚上有林杰的直播。啊，今天没有吗？今天没有，林杰是20号。哦，是吗？咦？没头啊？什么叫没头发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以为他不是都25开播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好啦，我就说对不起啊。咦咦，怎么这样？咦，试试，为什么变试试？什么叫惩罚我？他也从来没记我什么时候直播，好不好？干嘛要惩罚我？大家晚上好久不见。给我福利是这样吗？我要清明节，就是随时都可以的事啊。我是稳模哎，这很简单的好不好？像显得惩罚不惩罚？对啊，很好笑。嗨，孙雷。哼哼。好啦，我们要关播了，各位拜拜。是这把理解。难过什么啦？拜拜，西西下次见。赶紧看腿腿。好了，我昨天在吸猫，我昨天有亲 Tiger 啊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昨天有亲到 Tiger， 来给你们看我亲 Tiger。啊，不行，我之后会有，等一下，没事。不然你想要看多长？有看到？在这呢。好啦，拜拜啦！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直播哟，拜拜，下次见啦，拜拜拜。等我有机会亲到他们的时候，拜拜。Tiger 是国兴宇养的猫。哎、欸，搞什么东西？拜拜。